你们那个土味情话挺好玩的，有女生愿意说两个来听听吗？十五号，男嘉宾，你猜我喜欢吃什么？玉米吗？我喜欢痴痴的看着你。九号，你知道我身上的衣服是什么料子吗？是什么料子？是做你女朋友那一块料。四号，男嘉宾，我在和你石头剪刀布的时候只会出这两个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呀？因为你就是我的全部。啊，全和布。哦，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个。你来，你来一个。大家谁能告诉我现在是几分几秒？应该是想你的每分每秒吧。对，这是我爱你的每一分每一秒。为什么你一开头人家底下都知道？